我刚问月月，我说《金曲青春》第一个想到的歌是什么？没有 Q 到您，会不会失落？不会啊。你也知道我是有主持人证的哈，所以呢，我是有手卡。你现在怎样怎样？但您的手卡你不好翻啊。你看我们都是两个手翻，咱们这俩主持，咱俩不是搭档吗？来，该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下一页哈，我来帮您翻。来了，现在就翻下一页。好，下一页来了，来了。哎，好嘞啊！我今天呢，为了当好这个小队长呢，这个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因为我知道呢，你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歌手，对，小齐哥。来了吗？小杰哥今天肯定是能来，但是哥，我最喜欢的是王菲。小齐哥能来就非常非常好。你想见小齐哥对吧？对啊，你别着急啊，我们要考验一下，我考考你。小齐哥写的第一首歌叫什么？知道吗？也有点难了。第一，他写的小齐其实出道特别早。流浪者之歌，厉害厉害，就起来了，真知道，就起来，正确吗？是的，是的，哎，是吗，哥？是吗？哦，是，哇，果然啊，喜欢小齐哥。小齐哥演的第一部电影叫什么？第一部电影好像是有个叫什么强盗什么，小兵和强盗，警察和小偷，官兵抓强盗，就类似于官兵捉强盗，官兵捉强盗，你看有强盗吧？我演一个警察。看出来了，你真是喜欢小齐哥。喜欢，咱不开玩笑了啊。小齐哥其实刚才一直在隔壁呢。啊，让我们有请小齐哥。有请小齐哥。来，小齐哥。太感谢了。哎呀，偶像，我心中的一个偶像哥哥。哎呀，我等一下，小齐哥已经来到现场了。作为小齐哥粉丝，我正经的考一下你。好，来，正经考一下，看你对小齐哥是不是真正喜欢。我真的喜欢。来，上道具。这里面啊，会有一些小齐哥的歌词。中间呢有空。你要按照正确的唱出来啊。好，不难啊。好，来第一道，把空唱出来。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啊。哎呀，吓坏，可爱，对，答对一道啊。时光匆匆匆匆流走，我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哎呦哎呦，哎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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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如数家珍，可以啊，可以啊。太满意了，歌迷合格不合格？太合格了。我因为最早我在饭馆工作嘛，我就在工体旁边的一个饭馆工作，做服务员。然后我知道隔壁小齐哥就在那儿开演唱会，对，稍微请了个假，在工体边上我就转了一圈，听了大概七八首的歌。哦，反正能传出来的声音。对，能从里面传到外面的一些声音。哎呀，对，你就想我是多么的爱，买不起。演唱会要请你来当嘉宾可以吗？哎呦，我的荣幸哥。很感动，真的。今天这个节目呢，叫做这什么叫金曲青春，对吧？金曲青春。所以呢，首先满足了你的一个愿望，就是你的青春的金曲。然后那个今天呢，还有真的青春，还有嘉宾啊？还有，我不用了啊。今天我就请来了另外年轻的两位音乐人，一位是杨长青，一位是唐汉霄。来，有请。杨长青、唐汉霄，走哥，走。其实之前小齐哥跟那个长青是在节目里面，对，在节目里面。是，然后是说真的，我儿女很喜欢杨长青的歌曲。哦，感谢。对，然后呢，他委托我跟长青要签名照，他给我之后，我家里面日子和谐多了。真的吗？有这个功能？有。那之前跟汉霄有合作吗？我们没有正式碰面，但是我有一次参加一个闽南语的跨年春晚，唐汉霄就是音乐总监，对，接幕后的活。对，所以我就想很有才华，汉霄真的非常有才华。我们今晚的嘉宾全部准备好，我们开放麦吧。开放麦，哦，开始吧。那边走，来吧，走，来，伸头捉头都是一刀。本节目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悦鲜活冠名播出。今晚开放麦，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悦鲜活冠名播出。
今晚开放麦，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悦鲜活冠名播出。好喝无上限，快乐无受限。欢迎来到东方卫视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悦鲜活独家冠名播出的今晚开放麦。今晚的快乐通道已经开启，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四位嘉宾。哇，欢迎各位！掌声有请节目主理人岳云鹏，有请。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北方有句话叫没有出正月都是年，首先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其实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还是会有些紧张，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站在这儿呢多少会有些突兀。有的朋友说你的搭档另外一个主理人不是耀庆哥吗？耀庆哥，咋了？怎么了？他怎么就离开了呢？发生了什么事？哎呦，他怎么了？我前两天剪头了，把舅舅送走了。那是咱们大家公认的舅舅嘛，对不对？这个耀庆哥因为特殊原因请假了，请假。啊，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金曲青春，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年轻人哈，啊，啊也有个别的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有青春，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永远有人正青春，是不是？青春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回忆，很多歌声伴随我们整个青春，很多人都喜欢唱歌，都爱去那个 KTV， 对吧？KTV 唱歌的时候，大家讨厌几种人？麦霸。第一，麦霸，拿起话筒就永远不放下，是吧？还有一种就是插歌的，置顶自己的歌。哦，这个大家有共鸣啊，我就是那种人。当然了，唱歌大家都喜欢去这个 KTV， 但听歌呢，有这个演唱会。我看过很多人演唱会，我看过。啊，他们没有啊，这个聊起音乐，我还是想跟大家多聊几句，因为我跟我媳妇儿呢，多少是跟音乐是有点关系的。我媳妇儿喜欢的歌手是，啊，跟你们没关系啊，给我们记的，要不你们先下去，待会儿我这段比较长。我媳妇儿喜欢的歌手是刘欢老师。唱得好，对吧？当时像我媳妇像刘欢是吗？啊，我像刘欢啊？啊，那还好，那还好。我跟我媳妇要结婚了，当时婚礼的时候，婚礼前，人家司仪让我选这个歌，一般都是什么"今天我要嫁给你"呀，什么"婚礼进行曲"啊，一般都是这种歌曲，是吧？我媳妇喜欢刘欢，我媳妇说。咱选一个歌叫这一拜，这一拜保管帮志慷慨，这是什么时候的歌啊？桃园结义，这桃园三结义的时候歌啊。真的，我说小敏，我媳妇叫小敏吗？我说小敏，咱俩是结婚并不是结拜，这以后在一被窝过日子还这怎么生活呀？兄弟相称，兄弟相称。站在台上啰啰嗦嗦半天，咱怎么也得介绍一下台上这几位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啊，第一位我们老师，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唐汉霄。唐汉霄，唐汉霄，你也是歌手是吗？我是写歌的。写歌的唐汉霄，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无名之辈》是你写的是吧？对。厉害吧？哎，第二位您叫什么来着？爱 dis 不爱 peace， 我是 ice。中文名字叫杨长青是吧？是。我也查了一下，杨长青，哈、啊，出来的都是什么
什么医院的主任啊，什么哪个科室的科长啊，都是这种杨长青啊。现在音乐做的也不错，是吧？在努力当中，在努力当中。是是是，掌声送给杨长青，送给这位主任医师。第三位全哥，听说这个耀庆哥不在，他今天来帮我做这个主持啊，今天是我的左膀，他只能是左膀，只能是左膀。99年进北京的时候，那一年我印象超级深，有三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其中最美，99年吧。当时我在饭馆学厨师，我喜欢前厅一个小姑娘，十几岁情窦初开，只是喜欢。后来我听说这个小姑娘也喜欢《最美》这首歌，我朋友们，我说的都是真的啊，都是真的。我也听说她喜欢《最美》这首。我媳妇儿不知道。然后我就走过去，我说我听说你也喜欢《最美》这首歌，她说是，我说我送你一盘磁带。当时我就奔了那个菜市场，我就找一个卖磁带的，我说大哥，我想买一盘磁带《最美》。大哥一看我这，你这年纪小点儿，你是在追谁吧？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他就把那个磁带就给我了。我们那个前厅啊，有一个大的录音机，特别大。然后下班了，我说那个小红，他叫小红，我说小红，那个我来。帮你放这首歌，你最喜欢的。然后他站好了，就在那等着，手里拿着那个扫帚在那等着，又在那一摁，最美啊，最美不过夕阳红。当时我真傻了。后来我拿着磁带，我就找那个卖磁带的去了，我说大哥，这是您卖我的最美啊。他说这就是最美啊。我还问您，小小年纪你要追谁吗？我追谁我也不能追夕阳红啊，对吧？弄岔迷了。最后一位大家都相当熟悉了，在下不才，任贤齐。真的是我的偶像，我从小的偶像。金曲青春嘛，难免要给大家唱两首。惜别的海岸是听过？我听过，我会唱。可是这是闽南语版本啊，不是吗？惜别的海岸有两个版本，一个国语版，一个闽南语版。你会闽南语版？我会闽南语版。那我可以跟你合唱吗？来，哥哥。二话不说就来吧。惜别的海岸送给大家，我是国语版，闽南语版是我。尖叫声！苦涩的海风阵阵吹送，海面一片朦胧，何处有你影踪？出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催老我美丽的人生。不平静的海影声，求阮不平静的心情。啊，你要甲情景不再胆怯，此情此景，旧日的手说再见。欢迎你的手，谢谢惜别的海岸，谢谢，掌声鼓励。好，谢谢大家认可，谢谢谢谢。那边的表演舞台呢，一会儿我们四位呢就将去这个做脱口秀了。其实我跟你讲，隔行如隔山啊，我们呢唱歌肯定没问题，但是站那边拿了一个麦克在那说话的话，说实话还是有点紧张。我们行话叫踩水，踩水就非常的准确。踩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脚底有水，很难受的一种感觉。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往那一站，大褂一穿就很像说相声，
只要是不是专业的相声演员，他往那一站，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脚底下是湿的，他难受，我们叫踩水。所以一会儿我们四个上去的时候，多多少少难免会踩水啊。大家呢有劳啊，多给我们点支持，稍微好笑一点，使劲笑；不好笑的话，也笑出声来。好，好，谢谢，谢谢。今天是我单飞的第一期节目。我决定给大家发福利，如果我们今天的快乐值超过上一期230万的话，月鲜活无限畅饮。这还远远不够，我决定我们五个最后给大家表演节目。别拍了，该您了，哥。好，该我说了。有请第一组嘉宾胡海泉。我先来，好。胡海泉请开麦。借助雷和闪电的力量。大家好，我是胡海泉。这个今天我这个造型啊，并不是什么 cosplay 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练习陆地冲浪板的时候一定要带护具。这前两天我把这个手啊摔伤了以后啊，本来觉得吧，咱们这个应该不会影响这个节目录制哈。我跟同事说，脱口秀节目嘛，这一只手拿麦克不就说了行了吗？结果咱们节目组你看，给我准备这么多麦克，这把我当蜈蚣了嘛，是吧？来啊，正式开始啊。这些年啊，我除了做音乐呢，确实也做了很多其他事儿啊，做企业管理啊，做投资管理啊，这个上综艺啊，做主持，还抽空演演小品，啊，对，上礼拜还玩了一天半的这个滑板啊。前两天还有人夸我说我画画画得好，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好会画饼啊。这提醒我了，原来还能这样哈、啊。以前呢，我们都是给人蒸饼，啊、哦，原来还能画。那这样，那个唐汉霄同学，你要不要考虑跟我合作一下？我可以在兔年就把你捧成跟小七哥一样的咖位啊。好。我呀，此刻最无奈的事情，就是今天是个音乐人专场，可是大家呀，最近啊明显不怎么把我当音乐人。就前两天有人跟我说啊，胡老板你真厉害呀，现在生意铺的摇哪都是啊，您要是什么时候能把音乐再捡起来那就更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我确实一直在做新歌，我上个月还发了新歌呢，可人家确实也没听着啊，对吧？你说这能怨谁？这个也不能怨平台，也不能怨算法。那个你听过没有？没听过是吧？就是反正谁没听过就怨谁。使劲点，过了230万就唱。说实话，这也是事实啊。现在的原创音乐啊，那个宣发啊，的确比过去难很多。那几位兄弟跟我肯定有同感啊。我参加过很多那种音乐综艺的这种收视率呢，其实也蛮高的啊。可是节目组呢，老让我们翻唱一些老歌。我呢翻唱了几十首以后，我就跟节目组商量，是吧？你说能不能让我唱一首自己写的歌呢？咱们那个导演就说了，说您是投资了我们的竞品节目吗？要不咱干嘛要跟收视率过不去啊？说实话，我真的啊，这挺无奈，但也不能怪节目组。现在啊，大众的收听音乐的消费习惯真的变了，啊，各位回想一下啊，就咱小时候为了听一首歌，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你看啊，你得先买好几个5号电池，然后跟同桌呢借个沃克曼，借个卡带，啊，把耳机呢藏在袖子里面啊，完了假装，哎，这个思考老师在讲什么呀？右手扶着头是吧？然后才能听到那么一句：“你在我眼中是最美。”多不容易啊！现在啊，大家更多的时候却在刷短视频，对吧？所以呢，这个音乐呢也随之而变了，它功能都变了。你比如说，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呢用这个电影解说风来解释一下这个音乐的用法。来，我们放个短视频来。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
他在玩陆地冲浪板，然后我那个奔跑在里面就只能扮演那个 BGM 了啊。速度七十迈，心情是马上要摔，说什么就来什么，真摔了。这就是前两天我的视频啊。这个短视频时代确实啊，我们音乐好像就变成了一个辅助短视频的视频工具了哈。以前我做音乐的时候啊，经常一个歌的前奏就是40秒时间，现在一个40秒，人家那个解说号能够解说一集狂飙了，对吧？对，逼着我们这帮音乐人一上来就来唱高潮，一上来就唱副歌，每一首歌听上去都跟得了甲亢似的，嗷嗷的。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啊做音乐啊怀疑自我了，就不太自信了哈。这时候我就去网上啊搜一搜我自己，现在网上我跟你讲，真的说什么都有啊。你看，胡海泉的商业版图大到超过你的想象啊，那什么？难道我是最后一个知道李佳琦的老板是胡海泉的吗？哇，什么还有什么？对哦，原来这些明星的背后的幕后老板都是他啊，就是我照片啊。我跟你讲，看完以后马上就恢复自信，哇哦！原来我这么厉害吗？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啊？我要真是那么多明星的幕后老板，今天哪能轮到各位上台啊？对吧？我一定会派出我旗下更搞笑的艺人过来，甚至来主持这个节目。小心你另外一个胳膊。其实刚才讲这些无奈的事儿呢，也就是调侃一下自己啊，解解压放放松啊，也没什么真正值得抱怨的。因为在自媒体时代吧，你真的管不了别人的嘴，所以咱们只能做到什么呢，叫清者自清。而且我比较自洽的一个原因是我是一个真正体验主义者，我觉得凡是经历呢就有意义。你看啊，做投资管理我遇到过很多很棒的创业企业家，上综艺呢我结识了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的音乐人，然后玩陆冲板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骨科大夫。所以只要经历必有收获。对，嗯，对，说得好。说回音乐吧，在这个年代啊，自媒体时代啊，人和音乐的这种交互关系变得好像浅了，但是我觉得好作品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在这时代不仅可以更好的传播，而且能够抚慰人心，给人力量，一定可以留下来成为经典，就像小七哥的很多作品一样。所以我呢致力于努力的给大家带来新的作品。我做个小广告啊，今年3月份呢我也将开启我自己的巡演，这个名字叫做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邀请现场的朋友都来好不好？我到时候承诺啊，我现场会表演一个从没有过的一个新的绝活，就是全程拿右手弹钢琴。好了朋友们，咱们演唱会见了啊，再见。我相信朋友们也有很多问题想问泉哥，就比如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入音乐这条路的？我觉得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都一样哈，就是从小莫名其妙的喜欢这个事儿，就别的事儿都不感兴趣。嗯啊，然后我又喜欢写诗写作，然后上初中的时候呢就开始乱弹琴，就开始把自己写的诗谱上曲子，所以中学时代就开始写歌了。就写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它是一个生活的表达方式。对，嗯，你看我们现在短视频啊，现在今天短视频上火的那个歌，我们再过一个月就觉得那个歌过时了，对吧？有这个感觉吧？但是我们听那些老歌，80年代、90年代，你不觉得它过时？你会认为它经典，对吧？那怎么才能让这个歌留得住？我可能觉得词语作者、制作人或者音乐人本身可能要调教自己的心态啊，是吧？因为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人云亦云的话，那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嗯，好哥，你有没有做好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真假麦的这个环节？哦，这个节目我看过，那个真假麦的环节挺刺激的，很吓人。你的这一段快乐值现在数据还没有出来。OK， 这可以升你的快乐值。哦，哎，
来吧，哥，那来了，那我来了啊！来，大家从现在开始，我走那儿过程中就开始拍，不要停啊！刚才您那个样打得非常好，行，我希望您这个样打得也好、啊。我努力，我努力啊！来来来来来。准备好了吗，哥？好，有问必答。第一个问题，在您合作过这么多歌手当中，哪一个唱功比较差？啊？我的天哪！我们要有答案。小徐哥看了我一眼，小徐哥，太犀利了吧？这问题很危险啊！确定吗，哥？确定吗？我期待哦。那我还是来这个。这样，这样，啊，这样啊，我还是要回答一下，在我合作过的歌手里面，确实有唱的比较差的。那么差到什么程度呢？实在是电脑也修不了了，我就找一个音色差不多的人也唱一遍。然后把缺的那几个字贴进去，最后发表，这歌非常红。我很紧张哎，不是这个答案大家满意吗？真心话，我们一定要让大家满意才行，我们一定要听到那个名字。真的很难说名字好不好？姓氏首字母。太狠了！喂，这样这样这样，我不能说姓氏首字母，我只能说啊啊，这个歌手呢，这个名字啊是三个字啊。好了，可以了，到头了，到头了，满意吗？可以了，我听得很紧张哎，我也跟海泉合作过。哦，对，我不会在里头吧？哦，飞鸟是啊，飞鸟，你也是三个字，我也是三个字啊。是小齐哥吗？哎，我只能回答一次问题，你可以问是不是小齐哥，是不是小齐哥？不是，当然不是啊！好，谢谢。好了，饶了他吧。我们看下一个啊。您曾经发了一个教大家如何高情商式回答的一个视频，我们节目组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段视频，我们先看视频好吧？为什么你最近又胖了？你这个身材，有点意思。你脸卡粉了。你今天这个妆，有点意思。你说话好无聊啊。你说话的方式，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哥，您刚才那个回答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请用你高情商式的回答评价一下我们四个。这个。小齐哥骑摩托车去参加环塔拉力赛，有点意思。对，我摔断了我的肋骨，摔断了肋骨，哎呀，有点意思。杨长青，今天没穿增高鞋，有点意思。韩汉霄能够来参加脱口秀节目，这个节目组的导演有点意思。他说的是假话。哎，岳云鹏今年的春晚节目，有点意思。你从那儿你给我出去。掌声送给海泉哥，有点意思啊。海泉哥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好作品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能打动人心的作品一定可以留下来成为经典。海泉哥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对吧？脱口秀很松弛，真假麦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小齐哥请开麦。
谢谢。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很开心来到今晚开放麦。都说喜剧的本质是悲剧，我以前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看到了海群兄的手背，兄弟为了节目效果真的是豁出去了，但是放心，丝毫不影响你的帅气。大家仔细看一看，像不像《无间道》里的梁朝伟啊？高启强吧。高启强，对。然后一开场，麦克利介绍我是60年代的歌手，算一算我今年50几了，啊，我也会有这一天哦。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吗？因为我常常跟长青混在一起，还有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同辈呢。今天站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金曲背后你们不知道的故事。首先我要说的歌是我在滚石唱片的第一首歌《依靠》。老师，来吧，让你靠，你就靠，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这是我去滚石唱片的时候，我的小虫老师想帮我写一首歌。有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一个咖啡馆里苦思冥想怎么写。刚好我的一个好兄弟九孔认识吧？他失恋了，他跑来找我。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特别热情，我很会说风凉话，我就安慰他说：“哎，九孔没事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掉。”哎，小虫老师一听，我这个人还挺靠谱的，值得依靠，所以就把它写进了歌词里面了。当然，我还有另外一首歌，我写的叫做《一个男人的眼泪》，也是因为九孔失恋的故事而写成的。他呢，不停的失恋，我们就不停地写歌。他有一天哀怨地看着我说：“你的音乐是踩着我的鲜血往前进的。”在这里我想跟九孔说，为了我的音乐，为了我的事业，拜托你继续坎坷下去，继续失恋吧。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去想，只要去努力，没准就会有机会成功哦。当然，依靠之后，我接下来要说的是被誉为华语音乐史的奇迹的《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可能大家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一点也不浪漫，是因为小虫老师有一天他去拉斯维加斯度假散心，因为某些原因亏损了一大笔钱，他捶胸顿足，狠狠地捏自己的大腿说：“我干嘛呀，我就是心太软。”哎，这歌就写出来了。当然我不推荐这么创作，因为这样对大腿不好。但是这个歌出来的时候红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在唱，春晚在唱，香港回归晚会也在唱。可是那时候的资讯传播不发达，我在台北，我还不知道我自己红了呢，我还在整天担心着万一我要被解约那事儿怎么办呢。直到有一天小虫老师来找我说：“小齐，你认真的听我说，有件事儿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想说完了。小虫老师，你不要这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别跟我解约了。小虫老师说：“
什么节约？你疯了？你现在火了，你红了，是大明星 superstar， 要有气势，要有架势，要有范儿。哎，这么一点我都通了，我明白了，我马上说。那这样，小琼，去帮我端杯咖啡。这是开玩笑的，我哪敢造次啊！啊，我都很尊重我的老师的。但是话说回来，现在回想那段日子，还是挺感慨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可能离成功只差那么一小步，咬牙顶住了，说不定就成了哦，好不好？大家加油！好了，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邀请我的一位资深歌迷跟我一起共同完成一首歌曲，掌声欢迎小岳岳岳云鹏，轮到你来帮我了。哎呦，我讲这一段我好害怕。刚才小齐哥帮我唱了一首歌，接下来小齐哥咱俩配合一回，好，唱一个您的歌。我的歌？对。那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来唱首欢快的歌曲好不好？好。什么歌？不如就来唱一个浪花一朵朵吧。浪花一朵怎么了？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歌词太啰嗦。怎么会呢？ 你唱一下副歌。哦，好。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难道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我干嘛写这个歌词啊？啰嗦，好像一个结巴在唱歌。时光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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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走，我爷爷爷爷啊，不是，很啰嗦。你这样讲，好像在讲我们导演是啰这个结巴啊？这歌是导演写的？这一段是导演写的？哪个导演？马楚成导演。哦 ，sorry 啊，没事没事。马楚成导演是香港导演，他的普通话不好。我们当时在拍戏的时候，我跟阿牛在写这首歌，然后导演很激动很开心，他说我也要写一写啊。然后我们觉得哎，有意思，这段很有意思，我们再把它写进去了，还可以吗？那我们就合作这个《浪花一朵朵》。好，但是呢，我想用捧哏的方式跟您完成这个歌曲。哦，这也可以哦。可以吗？好，我想用两个人物来给您捧哏。哪两个人物？其中一个人物是您的爱人。啊，我。对。哦，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您的孩子。哦，我有孩子。两个人物。那要不听听看？先试试爱人的角度，好吗？那要温柔一点，好。我要你陪着我。好的。看着那海龟水中游。真好看。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好开心啊。你不要害怕。我不会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哇哦，让你乐悠悠。我爱你。哎，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怎么样？用捧哏的方式，爱人的角度去理解这首歌曲，哦，浪漫吧，对不对？那小孩的角度呢？小孩角度，我来演你闺女还是儿子？儿子，你演我儿子好了，儿子。爸爸呀。儿子的话，你儿子十来岁了，十来岁叛逆期，那就是叛逆的儿子来跟你合作。哦，好，我试试看跟我儿子怎么唱啊。啊，严肃一点。我要你陪着我。不可能。看着那海龟水中游。王八有什么好看的？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恶心。数着浪花一朵朵。爸爸，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数他干什么？你不要害怕。我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干嘛呀？让你乐悠悠。我不用，谢谢，谢谢大家，我是任贤齐，谢谢小月月，谢谢，来来来，各位，好吧，演得好吧。啊，好难哦。怎么样，现在还紧张吗？不紧张了吧？你在我真的不紧张，不用害怕，观众是最好的观众，对不对？有一个专辑卖到了2600万张。哦，哪张专辑？各位，心太软，心太软，心太软，至今无人打破。我可能刚好在那个唱片的黄金时代。其实你看啊，说起来呢，中文歌的歌词和歌名字我觉得都很重要，起一首歌起歌名也很重要哈。心太软，你看多特别。对啊，如果你看脚太软，不对，对那就送给足球队。不是肝太硬也不行。肝太硬，肝太硬，当然不行。千禧年之前的音乐市场跟之后的变化，可能真的是随着科技的变化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听音乐的方式，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啊，听磁带啊，好多都没有钱买这个原版，都是朋友买了以后呢，我们拿那个英语课的那个磁带去翻。还有那种呢，就是那种卡口袋，他为了把它卡坏了，卡坏了我们自己回家修啊，拿个螺丝刀把它拧开，拿个粘布把它粘上，重新再去听。你想想，能不珍惜这个音乐吗？小西哥，您买过谁的作品呢？我最早是听罗大佑，大佑哥的。大佑哥的。罗大佑。因为大佑哥有一首歌叫《鹿港小镇》。鹿港小镇。我就是在那个附近的小乡城长大的。然后他写的年轻人要到大城市去打拼，然后面对那种传统跟新潮流的那种冲突，有点忐忑，又有点心中有一点那种满腔热血，所以那时候感动了我，我就买了大佑哥。然后我还怕我买错了，因为大佑哥那时候这个米粉爆炸头哦，我记得是戴了一个墨镜，戴墨镜的那个，然后我搞不清楚他是谁这样的。罗大佑感动过太多太多人，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短视频，那个视频让我看得哭得不行，是一个黑人小哥在非洲开车，然后后边坐的是两个中国乘客，两个中国乘客在聊中国的歌。他们用手机放了一首歌叫《恋曲1990》，然后那个小哥开车开着开着，哇，就失声痛哭。他用英文跟后边两个人在聊，说你们放的是什么歌？这两个人说是中国的歌，叫《恋曲1990》。然后那个小哥说，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一首歌。当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歌，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来自哪个国家，他唱的是什么，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失声痛哭，对不起，给你们带来了困扰。后边那两位乘客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歌曲，叫《恋曲1990》，跟那个视频感动我心里哗啦的，感动了太多太多人。我觉得大佑哥明天会更好。童年，光阴的故事，恋曲1980，太多太多好听的歌。像刚才说的，我们说红一首歌可能也不难，但是它能够穿越时间成为经典，它有很多的必要的要素。对，可能在那个时代，它恰巧跟那个时代的青春有共鸣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聊了这么多，小西哥准备好真假麦的环节了吗？我忘了这个环节了，来了，忘了吧。啊天哪，来了啊，我来吧，来吧，好，请降麦，来了，哎呀，哎呦，我先问啊，小齐哥，是，这个问题来自网友，有人说您是世纪末的终结者，终结了四大天王，不敢了，但是又被周杰伦终结，但是您怎么看？在那个时代，谁不被周杰伦终结呢？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因为周杰伦已经很厉害了，还有一个家伙叫做方文山，对不对？他们两个那个双臂联合，
感觉好像倚天剑屠龙刀都在他们手上，我们怎么砍呢？啊，这样我问一个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小鸡哥三大的身份呢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都非常知道啊。第一个歌手就不用说了哈，第二个呢是演员，当年真的是现象级的影视片演了很多，然后赛车手这个身份非常厉害。请问如果必须放弃这三个其中的一个，你会选择什么？哦，歌手、演员、赛车手。对，这个拿真心话来说好了，我可能会放弃赛车手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耐摔啊。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更残酷啊，歌手和演员放弃一个。这个问题我宁死不屈。说真的，我是用演员的方式去体验生活，有些时候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你是过另外一个人，我就吸收了他的人生经验，当我有一天在唱到这首歌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可能体验过的话，我就可以把它唱到最真切，这是我的看法，我应该都不会放弃的。现在都是斜杠人生嘛，是吧？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哥，这个问题来自您的一个歌迷，忠实的歌迷。是你吗？是我。台上这几位，您最想和谁合作啊？我最想的，我接下来2023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可以和小岳岳一起来一段相声。安排，后边这六个问题我都给取消了。辛苦哥，谢谢谢谢谢谢，坐坐坐坐坐，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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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小齐哥，我们来看看小齐哥为我们创造了多少快乐值。继续拍，继续拍！哇！哇塞，178万，178万！我的妈哟！太厉害了！哇！这离230万很快了。接着拍啊，接着拍哦！体验不同的生活，人生就是一直在路上，努力去攀登更高的高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常青为我们带来分享秀。哇，来个棒，肥肥，压力好大啊，压力好大，来兄弟，压力好大。让我们有请杨长青，请开麦。这什么情况？有备而来。哟哟，嚯嚯嚯，要讲课。哎呦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 Ice 杨长青。那今天很开心来到今晚的开放麦。作为一个说唱歌手啊，音乐圈的新人，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我从网上搜索了一些歌迷和网友啊，对我们的一些忠告，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一课。那么现在跟我一起请看给说唱圈的五大忠告。哇，好，第一条，说唱歌手就应该穷一点，穷一点好吗？好啊，这个情况嘛，确实在音乐圈的这个很普遍啊，有些歌手出名了挣钱了啊，不好好做音乐啊，天天上节目跟别人吹牛。哎哥，我没说你啊，海泉哥，我说的不是你啊。有时候呢，只有那些穷的歌手啊，还在默默努力的唱歌。你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来形容这种现象，知道叫什么吗？饱吹恶唱。恶唱。但是啊，我有一个朋友呢，我就不说谁了，他当年靠一首歌有点小火，后来参加了一个比赛，拿了一个冠军，之后就再也没出过新歌了。岳哥，你别误会啊，我其实说的就是你。开玩笑啊，五环之歌。好，第二条，说唱圈啊，能不能别光嘴上说 peace and love， 歌词里都是 this and beef。 这一条我要着重的说一下，其实了解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 peace 的人，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我也就不说是谁了，反正个子也不高，但是老是 diss 我的身高。就他说了一个特别过分的话，他说我的名字比我的身高都长。之前有一次啊，他问我，他说，哎，杨长青，你知道为什么你个子不高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的名字呀。我说跟我名字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有一个词叫做扬长避短。我说你差不多闭嘴啊。可能大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说唱歌手喜欢愤怒，经常 diss， 但其实说唱不是打打杀杀，说唱是要有一些愤怒和力量来感染大家。那大家就是喜欢愤怒有力量的歌曲嘛。不信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去动物园看看啊，你看看狮子和老虎的人比去那看猴在那玩的人多多了去了。好，第三条，说唱歌词应该接地气，不要动不动就是去西海岸开小跑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去西海岸做代驾去了。这个我很赞同啊，你们都很赞同这件事情是不是？好，确实啊，这种现象的存在呢，我觉得创作一定不要去写你不太了解的事情，作品就要反映你的真实生活情况嘛。那我这里据统计调查，国内 90% 的说唱歌手月收入只有3500块钱，那还有剩下的 10% 呢，他们就在想，哎，3500那么多他们怎么挣的。但我觉得不丢人呢，我觉得这是真实生活嘛，对不对？那但是你说如果你在歌里边天天去西海岸开小跑车，结果现实中月收入3500，过年回家发现当年一起出来开挖掘机的小伙伴现在都买了房，结果你自己在那村口难受一下午，多难受。所以啊，不要总是幻想着开跑车，还是要好好做音乐，实在不行我们都能开挖掘机，是吧？你要是敢开挖掘机，绝对没人敢 diss 你，因为一铲子下去能打他们四根儿。不是打四个，四根儿。那第四条啊，我们来看一下，希望说唱歌手能真的 real 一点。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尖锐的，我个人觉得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指责我们不够 real 啊，昨天说我们还在一辈子 underground， 今天就站这个舞台上上节目来了。还有人呢说我们总是标榜自己很有个性，但是又喜欢去模仿国外的那些歌手啊。最离谱的是还有人指责我们不 real， 说让我们别再讲什么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你一个月3500哪有那么多钱吃火锅天天。虽然有些人没有做到 keep it real， 但是我觉得说唱歌手 keep it real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一种态度。之前有人问我说，哎 ，Ice， 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出好听的歌吗？我告诉他说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 keep real。 他说，哎呦，我不怎么信，说 keep real 就能让你的歌好听了。我说那当然，作为一个 rapper 嘛，一定要 keep real， 坚守你的初心，才能大胆去追求更好品质的创作，不断的探索，让音乐具有自己的态度在里面。其实呢，牛奶也一样。
为了提供更高品质的鲜牛奶啊，那只有对前沿技术不断的创新。你们看，就像月鲜活一样，它采用了0.09秒瞬时锁鲜技术，不仅留住了牛奶原本的味道，同时还保留了更多的鲜活营养，让牛奶变得更好喝，给大家提供更高品质的鲜牛奶，坚守本真，鲜活品质，人人爱。他说啊，哎，果然厉害啊 ，Keep Real 张嘴就来，看来没少喝月鲜活啊，速度如此之快。我说那当然了。我们说唱歌手嘛，更应该坚持自我，坚守本真，主张鲜活态度，创造属于自己的鲜活人生。你们觉得呢？啊，谢谢啊。哎，第五条啊，押韵能不能有营养点？别一押不上就用英文，你们要考研是咋的呀？干嘛笑那么大声？什么意思？当然，笑得很对，这个点我也很赞同。说唱啊，绝对不是为了押韵而押韵，还要注意自己的 twin。哎，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又押上了啊。其实啊，整个行业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实话，我们真的在努力地提升自己。就像是我今天来参加今晚开放麦这件事情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要是就说我除了身高，我能提高的都在提高了。real 不 real？ 你看我的鞋 real 吗？对吧？平跟鞋。谢谢大家。看完这五条啊，感觉今天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啊。2023年呢，我准备继续好好的做音乐，同时我也想跟进入这个行业的新人们说一句话。要想做出好的音乐啊，就不要以出名挣钱的心态去做音乐，然后就是沉下心来呢，好好去提升，好好去学习，不要被一些短视频以及快餐文化所影响。因为我觉得做音乐不只是赚赚噱头博眼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是 ICE 杨长青。压力好大哦，我天哪，哎呀，真的是好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是吧？是。怎么样，奇妙吗？奇妙。紧张吗？而且哥，你知道你刚才说踩水那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对说唱歌手来讲，就是无论是唱歌还是刚才，好像那个水是洪水级别的踩水，有吗？你知道吗？我说的没错吧？有踩水吗？没错，没错。可是我觉得说唱歌手应该比较刚好，像你是说他是 唱，对，他是说唱，所以说四不像，四不像，是有一点。说唱音乐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起源了，对，来自于欧美。然后我们中国最早的说唱融入音乐，我觉得应该在80几年就有了。80几年就有，崔健大哥。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就是最早的说唱摇滚融合。哎，这几年说唱逐渐的更火了一些。对，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这个态度特别鲜明，因为这个时代就大家就是表达的要透明，所以说唱的态度包括歌词都非常直接嘛，而且年轻的朋友非常喜欢这种形式，也蛮特别。对，明白。对，那个你跟小齐哥一起参加节目，小齐哥很照顾你。那当然，提携新人，我儿女很喜欢他呀，每天跟我追着要签名。对，真的，齐哥，我每一次见到他，我从他的眼神里面，就是他带给我那种感觉，就是他好像是很宠溺我的那种感觉，满满的父爱，是吗？我觉得真的很，真的感谢照顾齐哥。哪里哪里，其实我很喜欢传承，因为我觉得我们前辈应该留一个很好的舞台，一个经验跟机会给年轻的音乐人，因为我也在向新人学习，所以我也想说，哎，音乐在慢慢的被他们带到哪个方向去，我们要迎头赶上，然后跟他们重新再学习，然后我们再出发，再出发，再出发，把你吸吞的地面。我还有首歌叫再出发吧。再出发，
那长青出发吧，来吧来吧，来，真强，接受挑战啊、哦！哎哎啊，这问题啊有点犀利啊。啊，这个之前呢，你跟那个王嘉尔合作过一首歌叫《Red》啊，然后跟刘聪、盛宇他们合作了这个《Lonely Dance》，这些作品的热度啊，有人说啊，比你自己单曲的热度还高。他们就开始说了，说 S 经常蹭朋友的热度，你怎么看？你怎么回应？谁说的？谁讲的？OK， 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呢，作为一个说唱歌手啊。能有朋友已经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了，因为天天 diss， 没有没有开玩笑，我觉得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歌有每个歌的宿命嘛，对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歌火，那越多人喜欢听，我也开心嘛。那有一些歌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听到，但对于我来说，给他们带来一些能量，给他们带来一些动力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歌值了，这是我的看法。嗯，好。掌声送给杨长青、啊，不错不错。哎呦，加油，可以哦。好，我们看看杨长青为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值。继续摁哦，拍拍拍拍，哇哦，205万。坚守初心，音乐才会纯粹；沉淀自我，作品才能弥笃。那我们有请唐汉霄为我们带来快乐分享秀，来，汉霄，加油，加油，兄弟！深海，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大家好，我是唐汉霄，很高兴来到今晚开放麦，因为见到了我特别喜欢的音乐人任贤齐大哥、胡海泉大哥，还有别介意，我跟长青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他教我说唱，我教他做人。海泉哥听了之后也想试一下，你看海泉哥现在的手应该看得出来他是被教的那一方。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脱口秀，但我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不怕观众不笑，没有观众都行。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带着罐头笑声，还有掌声，自带音效，还有欢呼声。可能你们不认识我，确实我没什么名气，但是我总能跟大咖一起合作，王家卫、陈奕迅、梁朝伟。我跟梁朝伟老师很有缘分，10年前我在飞机上偶遇他，我说啊，梁老师，如果有机会希望能跟您合作，他说好，飞机马上要起飞了，要不你先回你的经济舱。我说好的哥，我帮你打开遮光板，调直座椅靠背。没想到后来我跟王家卫导演和梁朝伟老师真的合作了。记得当时我是在国外旅游，
就接到了那个电话，跟我说王家卫导演要找你合作，要你明天回国跟他见一面。我当时就特别开心，心想啊，原来国外也有诈骗电话。但是我一看，哦，是我朋友打来的，他说汉霄，王导那个新片摆渡人要找你合作。我说等一下，你先别摆渡人，你先百度一下我，你看一下我的咖位能不能跟王家卫合作。可以可以可以。后来聊清楚了，原来是我一首歌的 demo 被王导看上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很开心，我的第二反应是能不能把机票包了，经济舱也行。好在见面很成功，电影里让我来做所有的歌，有一首歌是陈奕迅演唱的，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薛之谦，每次见到薛哥我都很感慨，我俩都是我行我秀出道的，我是2008年冠军，他是2005年第四名，冠军给第四名作曲，你们明白我的感受吗？能明白我的感受吗？凭什么呀？我运气这么好。在录音棚里啊，薛之谦永远是活跃气氛那个人，我就跟他说，薛哥你真厉害，唱歌唱得好，人也幽默，就你一个上海人比我东北人都搞笑。他说哎呦，这个还是你比较好笑，你一个冠军混成这个样子，哎，蛮好笑的。神经病啊，神经病啊。我行我秀夺冠之后的8年，我一直没有工作，当然我也没有闲着。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原来我没火呀。一想到这儿，我就火了。这个真不错，这很好。说实话，那8年过得特别拮据，最穷的时候大概只有3万多的欠款。还好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让我分期还款。现在生活好了很多，合作了很多大明星，但是我依然不是明星，也没有人认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我问导演我戴个什么面具啊，导演说你不用戴，他们不会认出来的。我说我还是戴一下吧，有个仪式感。很多人这些年跟我合作，所以在圈子里也小小的开始慢慢积累了一些名气。那前段时间我给电影《深海》创作并演唱了告别曲，虽然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我刚刚在一开始唱的那一小段。在音乐圈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无名之辈，在幕后辛勤的工作，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问世。音乐需要无名之辈，世界需要无名之辈。哪怕我现在站到台前，或者有一天我大红大紫，但是我的内在依旧是无名之辈。这个不是梗，因为谢谢。说得非常好，非常棒，谢谢，精彩，精彩。有没有写过的歌自己觉得一定能火，但是最后却没有火的歌？啊，其实很多歌我自己唱完 demo 我都觉得这歌挺好的。但是其实一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一首歌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制作人，制作人他像一个导演一样来引导了所有的方向，这个词曲然后编曲混音歌手怎么唱。我第一个制作案就是陈奕迅老师的那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所以我运气很好，我就一开始就接触到这样的。对，哦，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这首歌做完了我觉得它火不了，哎，红了特别多。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做唱片公司嘛，然后我们那些很多年轻歌手发唱片嘛，然后我们就内部投很多票，最后发现我们自己内部的那都看不准，最后能红的歌都不是我们觉得当时能红的，确实特别多。也不能说哪一首了，反正就是确实是不少。
小齐哥有没有哪首歌就是认为他红不了，但是他却大红大紫？心太软算一个是吧？心太软那时候觉得歌不错，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火。嗯，而且很多人去研究说这歌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太难，也没有太在技术性上太复杂。后来发现流行音乐要拥抱群众，进入大家的心中，引起你的共鸣，这个共鸣很重要。如果说你一直在表现技巧或是难度，大家反而觉得会有隔阂，所以有些时候接触到你内心深处的歌反而会红，走出来。好，感谢几位分享了一些个做音乐的背后啊。那汉霄你准备好了吗？来吧，汉霄来了，真假麦 Let's go。真真假假，哥，你觉得国内制作这一块排第几啊？排第几？等一下，你是说价格吗？都可以，无所谓，就排第几吧。说一个明确的那个排名的位置。不是我，这个我觉得我说实话，嗯，就我是一个一直自我认定感很弱的人，所以我才会写。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或者无名之辈，我是谁？我就一直是自我认定很弱，包括我们有合作过那首歌是烂泥，你叫我烂泥巴，叫我烂泥巴，烂泥。我一直是觉得我有很多的空间有待提高，所以应该在100之外吧。那价格排第几啊，哥？价格还蛮贵的，就是。那你觉得你在电影《深海》里唱的《再见深海》能够超过《无名之辈》吗？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因为起码这首歌是我自己唱的。可以。但是你要自信一点，你用这个麦说一遍，3、2、1。大家回去听一下，搜索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再见深海》，唐汉霄。就主要是这首歌是唐汉霄演唱，而不只是唐汉霄作词作曲。他很聪明，他很聪明，很会玩。特别好。嗯，你写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你自己唱的歌很少火。自己唱的歌很少，对，我也反思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有时候我在用我的座右铭在激励自己，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让那些大牌先把歌给唱火了，然后我再来唱，这样比较容易带流量。棒，对。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唐汉霄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制作人。然后他现在来到台前，他要做歌手，让自己的能量放到无限大。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唐汉霄。谢谢。纵然只是无名之辈，也要追求一次华丽的绽放。本节目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悦鲜活冠名播出。今晚开放麦，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悦鲜活冠名播出。来微博进入今晚开放麦话题页，参与节目点评，分享你对脱口秀舞台的见解和感悟，也可以关注今晚开放麦官方微博。在公布最终的快乐值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想问的，看看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月哥衣服怎么了？最近衣服不太合身，最近胖了吗？这个衣服是节目组借的，年前我试的时候，哎，我这件合适，整合适。年后再来一穿啊！每逢佳节胖三斤。6岁开始心太软什么意思？两盘磁带。哇！哦天哪！上一个世代的产品。这首歌，小齐哥，你看这是不是正版？这是正版的。正版的。对。这是我心太软那张专辑，然后这个是心太软之后的很受伤的专辑。我谅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这位朋友有麦克啊，你可以表达一下自己从六岁开始听歌的感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吧，都是电视点播台，然后电视点播台就天天放那个心太软，然后小的时候就跟着唱，然后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就说你表演个节目吧，就唱心太软唱了三年。小齐哥，好喜欢你的歌，是我儿时的回忆，希望小齐哥能唱伤心太平洋。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谢谢谢谢。小齐哥今年的计划？对，我大概三月四月开始巡回演唱会，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来看，好不好？我的嘉宾人选我都已经预设好了。好嘞，好，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四位一共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快乐值。本节目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月鲜活冠名播出。今晚开放麦，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月鲜活冠名播出。今晚开放麦，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月鲜活冠名播出。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四位一共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快乐值。哇，249万。谢谢你们。250万。好，已经超过了上一场的230万。朋友们，我会兑现我的承诺，月鲜活请您随便喝。耶、yeah. 另外我们几个还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五个人一起唱花好月圆夜。来吧几位。好，来吧，来。会唱的一起唱哈。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为何你呀你不懂落花的友谊，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月儿高高挂，弯弯的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舞，心在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的成双对。你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有情人终成眷属，朋友们，谢谢，谢谢，谢谢。今晚开放麦，由更好喝的鲜牛奶月鲜活冠名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鲜活能量站。今天你们创造了一个节目开播以来的奇迹，这个成绩251万，251万3813。哇、wow, ！我们把这个骄傲的数字写在题板上。251万。但今天四位的状态真的非常好，摆在这个位置吗？哎呦，那当然是最上面喽。对呀、啊，荣耀哎！再次感谢各位带给我们舞台上的惊喜，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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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让我们有请本期的四位嘉宾。我是一个唱跳歌手。我呢，8岁啊就开始模仿腾格老师唱儿歌了。潘长江，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真是癞蛤蟆不网购，上我这捡漏。
不小心还单压了。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电视团超话社区微博幽默 Zucker 新闻。